我真好久没见到父亲了，我感觉我在过冬。不是真的可以上台吗？因为没办法。Hello， 天哪，两位辣妹。两个辣姐，姐是你是穿的好保暖啊。怎么样最近？对，最近也在筹备我接下来的音乐会。啊，对对，你跟我说过。对，父亲也在准备他自己的音乐会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对支持一下。加长啊，加长在哪里呢？杭州。啊，都知道了。我印象呢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刚发新歌？刚发新歌，对，首新歌特别好听。看星星哦。来一句，做宣传，来一句给你。后面你们去听，好听。好像我一下发在朋友圈里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，就是晚上睡觉听。对，你还给我评论。对，很好听，很好听。其实呢，今天到了现场，我特别开心。好开心，因为已经好久没见，然后现在就上次刘元宇的生日见了一下，然后最近也不在北京，就很难见到人。对。然后呢，我想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我想和你们就是再次我们唱一次《红色高跟鞋》一小段。其实当时我印象是跟我一起的，对吧？对，然后父亲其实有一个演唱会，还是一个音乐节，然后有演唱会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来一段，你记得吗？多少？还有你这个可以放手机看词，应该就会了。哦，对对，就像我在，我跟着你俩后面唱。哎，那你在这边，那你在这儿，我在后面就好。那你在后面，你在中间。这样，对，给你 C 位，给你 C 位，就话筒声音可以大一点。对对对，谢谢。试一下，麻烦一下，乐队老师，可以来一点。上来吧。走对，来晚了一点点。哦，已经唱了，刚唱完了，对，刚刚唱完就到场了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我继续听。行。Okay. 那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吴映山和傅菁未来的作品，然后希望他们两位去休息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在下面可以嗨起来啊。我们下面。